欢迎收看上国道不会卡新闻。网络谣传白天若未开头灯将会被罚。你是开车来开头灯哦？啊，无人发现哦。上国道不会卡新闻特派员特地向交通部路政司求证，会被开罚单证实为网络不实谣传。汽车白天开头灯三大好处：辨识、警示、保持车距。请记得养成好习惯，开车就开灯，熄火再关灯。谢谢收看上国道不会卡新闻。